哎，雄狮也有这种哦，全部都是参观庙宇的或是建筑的。恰恰恰恰，哎，你看那个就是从剑潭开过来的红舞，你要不要哪一天来参观中山楼？我已经计划了好几年，但是都没有。那边也可以当志工。可是这个硫磺，如果长期对身体不好啊，所以怎么会有人想要住阳明山？对身体怎么都不好啊？它也会腐蚀你的眼镜架，还有家具啊、水管啊、灯管啊、气管啊、瓦斯啊、管线。哦，卖菜的。